上世纪第四章十七到二十六节，这里呢，呃，介绍一个家庭。这个家庭呢，呃、首先到二十四节，然后最后二十五、二十六节是呃，另外一个家庭开始的了。对，这个家庭两个不同的家庭啊，啊、呃，好像前面呃第四章一到十六节两个兄弟就是谁啊？该人和那个亚伯的那个命完全不一样。 这都是从神的关系而来的，不是你们自己的关系。就是你神的关系如何，就是他们两个那个渔民完全就是分开的。第四章十七节呢，开始现在亚伯不见了，他死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就是盖隐他的后裔。这里有很多他的后裔的名字呢。到了第五章那个赛特的后裔，赛特是谁啊？亚伯兰生了另外的儿子。啊。 就是代替这个呃亚伯的一个女女儿的孩子，他的后裔，他们之间有一些名字很像，这个呢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有一些自由派的宣泄什么还是就是觉得这里有问题啊，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。譬如说你们是 cousin，就是你的爸爸啊、呃，你的伯伯或者叔叔，有的是他们的孩子们，他们的名字有的是很像啊。 啊，过去应该中国也有这样的吧？我知道有些西方人是这样的，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，对。那这里呢有一些人的名字，我不要介绍所有的人。首先该人，他有妻子啊，当然你会问这个妻子从哪里来的，我都会，他很简单。那刚人类开始没有办法，就是去你的妹妹啊，姐姐啊，就是没有办法。他们生孩子，第一个孩子怎么是什么名字呢？伊诺。 你们都知道伊诺这个名字呢，在赛特会议当中有没有这个名字啊？有很出名的伊诺啊，对。这个不是很出名的伊诺，可是这个爸爸盖呢，他建造了一座城。其实我看这个经文有很多问题。一座城你要建在一座城，一个人一个家庭行不行？不行，需要很多人。可是当代的人类的寿命很长，我想过了几百年应该还可以的啦，对。 可是我很想知道，因为圣经是历史，我很想知道他们到哪里去。我很想知道，对这盖印的后裔呢？这个一个地名叫那个罗德吗？罗德之地啊，四六节这个地方到底什么地方？我很想知道。那其实这些呢，就是很难研究的了，对。可是我们从历史知道，埃及这个地方啊，很早期已经人住在那边，而且他们盖了很大的城市啊。 他们就是这个金字塔吗？很早期已经有开始建造这金字塔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很早期，埃及里面已经有那个王国这样的 kingdom，一个王，一个君王，还有老百姓有这样的政治制度已经存在，对，很早期。所以我说这个挪的这个地方呢，是不是埃及那边呢？哦，就是看有一片 d v d 啊。埃及很早期他们是从那个。 近东就是 nearest，我们进近的中东那边过来的，其实 Ethiopia 那边，他们的眼里呢，他们的眼里不是那个非洲的眼里，那个 Ethiopia 他们的眼里是什么呢？就是山族的眼里 e t h i o p i a geese geese，对。虽然他们住在非洲，他们的眼里靠近中东那边的眼里。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些人应该从。 那个中东圣经说金东，我们就是研究圣经的人说金东 （nearest），从那边过红海到那边的，按照他们的言语，所以他们有关系的了。埃及那边的人啊，埃及的文明那那边 Mesopotamia，他们应该有关系的。什么时候过去那边，我们不太知道。应该很早就过去的，该人都会是不是到那边，我也不太知道。对，有一些我的一个朋友美国人，他这样猜，我不太知道。 他呃建造了这一座城之后呢，他前面给这个城就是什么？以诺。你看十七节一直到下面，他们都关心什么呢？就是建造城，建造城，还有什么？就是这些工业方面的，或者艺术、美术、音乐好这些艺术方面的兴趣，就是牧养啊，他们的 business 这些都有兴趣的啦。这没有什么坏事，可是他们就是。 他们最大的兴趣呢，就是这些，在地上，他们人类是永永远远要住在这个地上的，对，这个是非常自然的事现象。你是做人，你出生在这个地上啊，你就是长大了去学校上学，你受教育。啊。我在大学教书，大概不是很长的时间，就是正式五六年多，就是就是实际上我就是找了五年的时间然后现在我离开的嘛。 我看见很多呃大学来的年轻人啊，他们来到大学受教育是什么目的，知道吗？赚钱。<laughs> 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，他们希望在大学拿了这个文凭之后呢，希望找到很好的工作。他们来到这大学的目的就是赚钱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大部分就是这样。所以大学很多学，很多年轻人最喜欢的学是什么学？ 赚的钱比较多的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你就是读这个这一门戏啊，赚钱机会比较大。是他很喜欢这样的课、啊，这样的戏，啊。就是赚钱，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，没有什么坏的了，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。所以这一章呢，这高人的火影呢，他们的兴趣就是这样，在地上我们永永远远,远活着，对，这个是真正的无悔，这个是真正的无悔。 我们其实，在地上的生活呢，不是很长的，对。就是，我们先看那个二十五节二十六节，节好不？好？另外的家庭，他不是该的回来那是谁呀？不是亚当，该是亚当的儿子嘛，对不对？另外的是谁呀？赛特。我们看二十五节，请。 这个家庭对这个家庭的介绍呢，一直到五章最后，就是五章六章一直下去的了。对，所以对这个家庭的介绍呢，第四章二十五、二十六章还没结束的。可这里的介绍呢很简单，这里这个家庭的人呢、啊，甚至没有提到他们做哪一种的 business，他们有没有做建造城呢？他们对音乐艺术方面有没有研究呢？没有提到这一些，只有一句话。 这些人呐、啊，这个家庭里面就是伊诺斯，到了伊诺斯时代，那时候人才什么抽告耶和华的名，就是这一句话，非常简单，两个家庭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一个家庭呢，一般人追求的事情他们追求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坏事了、啊；另外一个家庭呢，就是抽告开始抽告耶和华的名，我们回到那个干的会好吗？ 他们就这一些工业方面或者艺术方面、音乐方面或者建造城方面都市化怎么说？这一些方面不错，蛮成功的。而这个家庭呢，开出问题。我已经一直说这个罪的问题，他们已经对罪的概念呢，已经没有这种的概念。这个家庭已经有这样的问题。 他们的祖先高恩是已经是杀人的，就是杀他的弟弟的一个人，是不是啊？神还是保护他，为了保护人类还是保护他？这个感恩的会议当中，一个人叫什么？最后，什么拉麦嘛？拉麦，他娶了两个妻子，对，两个妻子，对。你很可能会说这个是问题，可能是说，可能说是对。他娶了两个妻子。 他生了孩子们，然后呢，他杀了人。我很想问你们啊，你看二十三节，你们先念一下二十三节好吗？嗯、请问，这位老嘛杀了几个人？很多人啊。 杀了多少人呢、啊？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至少两个。我认为就是一个人啊，这就是西方四个的平行均、平行经文、平行句啊 （Parallelism）。你看前面亚大西、希腊听我的声音嘛，对不对？还有拉美的妻子就是谁呀、啊？前面的两个人是不是？啊？ 他重复同一个思想，就是换单词表达同一个思想，听懂吧？得明白吧？然、啊、后就是细听我的话语，这里细听我的话语，前面的听我的声音是完全一样的内容。这就是平行经文，就是平行句 （parallelism），明白吗？对，就是他讲了两次，然后呢，接下来他怎么说呢？庄严的，庄严。连上我，然后就是我把他杀了，这应该也是一件事情。 那庄严的也好，笑年的也好，就是一个人啊，同一个人，所以他杀了一个人，我不晓得你们很难接受吗？我就是看希方圣经啊，这希方人的结果，啊，四个的结果就是如此才对的啦，所以他杀的是不是很多人？至少两个人，你们说的嘛，对不对？我是只有一个人，好吗？对，反正他杀了一个人。 然后呢，他记得他的祖先盖延生，虽然他杀了他的弟弟生，还是保护他嘛。所以他现在自己认为杀了人没有什么大问题啊，已经糟糕。对，杀人之后呢，他们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今日在地上犯罪的事情是很普遍的，我们都知道。更糟糕的是什么呢？犯了罪之后，呢，觉得没有什么事，对，没有什么事。 犯罪没有什么事，对。比如说这个男女方面的这个性方面的罪，我们说罪，他们说什么爱，听懂吧？就是爱，我爱他，我也爱人家的太太，过他的先生爱他，没有问题啊。就是今日呢，就是用这些爱呀、啊、什么这些来，就是盖起来你的罪，对罪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，对。 就是没有什么罪，对。这个家庭就是干淫的家庭，就是如此啊，对。这家庭会建造成不错，对。城市发达，贸易好，生意好啊，都是就是赚钱，工业发达，那个艺术、美术就是音乐都发达了。可是他们离开神，这家庭没有接纳这个罪的概念啊这就是干淫家庭的问题，干淫会的问题。 另外，我们要花时间看另外一个家庭，他就是赛特的家庭，赛特。这里呢，二十六节，我们要花时间研究这一句话，就是伊诺士，伊诺士出生的时候，那时候人才什么，抽够耶和华的命。我到了这个地方啊，我就是非常就是巴不得你们都懂希伯兰呐，对，真的巴不得你们大家懂希伯了。 懂得比我更厉害啊！对，我希望你们当中很多人唱我的工作了，对，唱我找细胞的工作，有没有兴趣啊？想不想啊？嗯，做吧，对。这样的就是我们比较容易沟通啊，就是到了这个地方啊，我就是一定要替细胞就是 l i c o l l e i t i o n 要哎，对不起，啊，我又就是念这个细胞圣经，我会背很多细胞经文啊，比较容易背的嘛，是不是啊？ 是望比较容易背的、啊。对。立克罗贝西米亚伟，这里有一个介词，那个介词是 “be”。To call in the name of Yahweh，英文这样的翻译就是 “in the name of Yahweh”，就是这个 “be” 这个介词在耶和的名字之前了、啊。In the name of Yahweh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研究圣经的方式呢，就是我用 semantics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研究字义。英文。 Antics, e m a n t I、c e m e n t i c s s e m a n t i c s 沿着那个字义，字义写，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。我就是在圣经里面如果这样的形容这样的表达，出现很多地方，我看所有的，然后就是慢慢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。抽高耶和华的名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很想知道。对，你们想不想知道啊？若你没有兴趣，我不会给你们啊，告诉你们的、啊。你们有兴趣吧？ 现在对不起，我没有准备 PowerPoint。这个呢，我们直接看《创世纪》十二章八节，就是每一个出现的地方，我们就是慢慢看，好不好？十二章八节。 得到帮助的，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什么煮了一座坛，然后呢，抽告耶和华的名。所以抽告耶和华的名跟哪一个行动有关系呢？主坛。平常你为什么主坛？献祭嘛，对不对？献祭就是就是送出，就是给神啊，对，当就把它当做是那个祭物。啊，我们学了十三章第四节，好吗？ 创世纪十三章第四节，这里有出现竹坛，还有什么抽干耶和啊？两件事情有关系的了。二十一章三十三节。 点不一样，这里呢，他在上什么呢？一棵垂丝柳树。我不太喜欢这里的一棵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单数没有错，这个树木的单数。h i r 这个是细胞那个树木的名字。我相信亚伯兰到了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就是一般旷野，不是完全的沙漠。他们你没有种树啊？这沙漠就是有风，这沙漠的土沙土吗？Sand。 沙特回来会盖起来，你住的地方，不行啊！所以他们常常常就是会种有一些树木。真的最好的在以色列这个地方，最好的树木是呃、e、u c a l y p t u s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这一种树啊，在 Australia，我大利吗？对，你们知道那个以色列现在非常多从 Australia 进口的那个树呢，没有水的地方可以那个根下去啊，可以就是。 长大的长得很高，对，很快。那个有水的地方，什么地方都可以。很好的一个树嘛。所以，进了以色列呢，这这一个树呢 e u c a l p t u s 种的非常多。亚伯兰到了这个地方，他需要保护他自己的那个农土啊，他自己的井啊，水井啊，是不是？就是他种很多树木这样的意思。就是具体名词，很可能是这样，不是一棵树木啊。这就是他做了这一个事情之后呢，他就是做什么呢？ 在脑海里什么，求告耶和华的永生神的名，这里加了永生神的名，这里不太清楚，他到底就是跟崇拜有没有关系？这里不太清楚。二十六章三十呃二十五节，二十六章二十五节。 看到以撒什么煮了汤，然后呢，抽高耶和的名，这、就是呃亚伯兰、伊萨他们做的都一样的。煮了汤之后呢，抽高耶和的名字，这抽高耶和的名字呢，一定跟先祭有关系的。我们是崇拜有关系，祷告有关系，希望祷告、崇拜，就是大概一样的意思。希望 tefillah 祷告的崇拜大概一样的意思。 我们现在看约二所，中间有一些地方我不要看呢。约二所第二章三十二节，好吗？嗯、到那时候，凡出告耶和华名的，就必得做嘛，对不对？ 这样的，你一定要抽告友化的名字啊！你没有抽告友化的名字不行，一定要抽告他的名字啊！这一句话在新的圣经有没有应用呢？在什么地方？罗马书十三节，先看十三节，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。 新的圣经你找不到找不到耶和华，每次在旧约圣耶和华，新的圣经引用的时候，它变成什么主？所以你才知道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的这里的主应该是什么耶和华。可是我们一看新的圣经，我们人类这位主是谁啊？耶稣基督。所以我说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不是他用自己的名字而来的，但是他用谁的名字而来啊？耶和华的名字而来，的，你知道吗？ 父神交给他他自己的名字，他用耶和华的名字而来的，所以出告诸多名就是耶和华的名字会彼得走，啊，第，呃，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有解释了，我们一起看好吗？这个可以说一种解释。 到底抽到叶华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这里有一种解释，呃，还有其他地方出现。可是我要说的呢有一点不一样。我就是，其实我已经说了，巴不得你们都懂，很懂西巴文了、啊。那这里这里的解释非常重要。希望 b e Yahweh” in the name of Yahweh，就是 b 就是 “in” 的意思，英文的 “in”。 他没有中文的声，中文的翻译是抽告叶花的名，抽告主的名就是抽告叶花的名是抽告的直接收购。我们说直接收购是不是啊？可是西方标的不是这样，你抽告的时候啊，就是你献祭的时候很可能抽告神啊神啊，我不知道呼喊啊了。可是你抽告是一定要用什么名字啊？亚威的名字。 这个 b 这个 b 这个介词呢，可以很多地方可以翻 “with”，“with with the name of Yahweh”，或者用什么名字，用耶华的名字。我觉得这个介词，我觉得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今天在地上很多人拜神没有错，对，有宗教，对。我已经说了，这个 pluralism 宗教，人的宗教都可以接受的。我反对这个，谁能得着呢？只有错怪用什么名字啊？ 耶和华的名字，这个耶和华的名字，谁拿来这个名字啊？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世界的时候，他拿这个耶和华的名字来到这世界的。的神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，是谁的名字啊？就是耶稣，或者主耶稣，经里面耶和华。创世第二章我已经说了，主耶和华，对不起，耶和华神，圣耶和华，耶和华神。创世第二章，世界开始最后一节，故意的用这个耶和华。 日神跟我们人有接触的时候，很喜欢用这个耶和华。出埃及第三章，耶和华神出现，像摩西出现吧，他告诉他的名字就是什么？耶和华。我就看旧约圣经、希伯圣经，每次这个碰到遇到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呢，我会想到哈、啊、神要跟人沟通，就是很喜欢用耶和华，这就是耶和华。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用耶和华的名字而来的，所以。 这里我还要说，这个这词非常重要。我们求告神，我们就是护求神，我们是奉神，没有接着耶稣的名责，没有效果的，没有效果的，对。这方面我要弄得很清楚。没有耶稣，没有 salvation，同意不同意啊？没有这么做啊，对。你不能做好人啊。 然后你们都经历过吧？你就传分给一些人，他们人做人非常好，他们怎么回答呢？我已经不错，<laughs> 我已经不错嘛，对。你们宗教目的是什么呢？做好人啊，我已经是好人啊，听起来好像是啊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。我们基督的很多人是有问题的人吧，很多啊，对。有一些有一个牧师呢，他就是在教会里面跟长老常常冲突嘛，对不对？ 就是长老就是造麻烦呐、啊，他看七十路那边有二十只长老，他说：“我不要去天天堂啊，这么多长老在地上一个长老已经够了 <laughs>。” <laughs> <laughs> 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多麻烦的人，是不是啊？很可能，因为你是常常到教会聚会的人，就是老基督徒的，就是你最不喜欢的人，很可能是基督徒，是不是啊？ 不是非基督徒，你就没有机会，就是碰到这些非基督徒，很可能认识的不太深啊，所以常常接触的是你的牧师啊，你的知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最讨厌的人是还是谁啊？你的长老、你的牧师、你的弟兄啊，对，这是很自然的现象。可是呢，你一定要还是要说，我们就是不是用耶稣的名字，不是接着耶稣基督，还是没有用，对。 神还是不是看你的行为，那是什么？看你所依靠的谁啊？耶稣基督，对。我知道我的神，我的父神非常疼爱我。为什么我知道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完全投靠耶稣。我就是我就是我要投告我我的神的时候，我不会用神啊，那我是进进来，我蛮不错了，看还可以的嘛。 我这样告诉他没有用的，我知道他看不起我，你知道吗？他看不起我的，而他绝对看不起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，所以一定要就是抽告耶和华神的时候，用谁的名字啊？耶稣的名字来抽告他，这个没有说就是奉主耶稣的名，令，就是单单说不是这样的意思，我们就是完全依靠耶稣，对，完全依靠耶稣靠近我们的上帝啊。 就是我们的耶稣就是这样，所以抽告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从最开始到新年，你应该知道这个意思吧？对，所以你们好好学希伯文，有一天你们好，希伯文之后才懂，用中文来听的半天不太明白啊，可是一看希伯，哎呀，马上懂啊，好不好啊？你们应该有希望吧？